Thank you.
应该说他们发展，因为这块是他们发展公司，他们自己去分货，自己去抽筋。摸一个核心的分货的公司，但是我们在不想要
所以我就问你，为什么我讲嗰个是最重要的？所以我唔想，我唔想打针啊，因为咁痛痛痛痛，我好想痛，因为我老痴心。不是，因为我从来不怕，我说我以前，我以前的想法到处都在发展，现在我到香港，如果我是有很多朋友开始，我是有开始，我会什么开始，我真的到处都会开始。所以即使我不打，我没打就好了，我看不到。但是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是我不打，就会开始。这些东西其实是最大的问题。哦，这个好看，你觉得不困难？因为他有什么技术手段？这个是什么？那我来解释。不是你的，我不跟你继续说了。最大的问题是电脑。就是你看到现在人均就没房租。因为你已经看到了，因为看到你了解了，房东进来，跟房东一样的心情的东西，好，另外一件东西还有老公，老婆一在家庭上，你不听话，现在在。你是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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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火，那么硬的，然后大风不起，后也不风风起。整一條直線咯，扯埋。它的線路，它的感覺好好啊！我唯一我只不過想講嘅，我唔想吸過，專業不方法。周圍有温泉，大放風啦。其他的都冇用。你就冇收翻曬。我整個全部，我跟住。就是房子的现状，这个重点是，而且你要讲啊，我问你个问题，如果房子房子，你先。如果房子房子，你先。而且房子计划的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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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房子有房子租住，房子更多的。再加上一些钱，如果房子少，房子就没了。嗯。嗯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房子租好，他感觉很不好，心痒。他们的命运跟剧情的命运这么高啊，真的是很高，因为他们的成长是无辜的。这个地方的房子，我会最记住最深奥。